大家早安。今天呢，宜珍自告奋勇，他要来跟你们讲三只小猪的故事。等一下呢，他讲完三只小猪的故事之后呢，我们会来讲这本三只小猪的真实故事。然后呢，还对呀、啊，我就知道你们都看过了，所以你们都看过，都知道这个真实故事是什么，对不对？等一下。看过这一本的举手，哦，太好了，好，请放下。那等一下我们就轮流讲故事咯，因为有的人不知道啊，所以你们就轮流讲一点点故事。那有讲故事的小朋友，我们就有饼干，好不好？讲故事。好，对，好。那现在呢，我们来讲我们以前所知道的三只小猪的故事，要开始咯。不要。刘老师，请开始。一开拍，这个是大哥，我是猪大哥，我是猪二哥，哎，转过去，你是谁？我是猪小弟，猪小弟，猪大哥说，妈妈说我们今天。已经长大了，所以我们要自己盖一个房子了。我们要搬出去住，不能再跟妈妈住了，所以我们要。要我们把妈妈把我们踢出去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要自己盖一个房子。那猪大哥呢？他说好懒哦，哦，好麻烦，还要自己盖房子。我用最简单的方法，最快的方法来盖房子好了。不对了，这个。他说，哼。还不简单，我去找稻草就好啦，我就可以盖稻草房。你看，我要进去，多么快！我要进去睡觉。还没，再来。猪二哥说：“哎呀，稻草房啦、啊，太不坚固了，我要来用什么？不对了，不是它啦，是它啦，不对了，木头啦，这个，噔噔。”木头比较坚固一点好了，我要盖一个什么木房？木头房子。然后小弟说 ：“No， 你们这个都太不坚固了，我要用。光塊”哎、欸，这个红红的是什么？好，他盖了一栋。你看，真的很坚固哈、哦。砖块房，好啦，那我们各自回家休息啦。哥哥，哥哥，我听说呢，森林里面有一只大野狼，万一它来了，你们的房子马上就会被摧垮了。不要担心，不要担心，我们还是先睡觉比较重要。大野狼来了，大野狼来了，这一只吧，这一只，这一只先，这一只啊。噔噔噔噔噔噔！哎呀，最近天气不大好，我都捕不到小动物吃。听说森林里有三只小猪，他们盖了三间房子，看起来我可以好好的大吃一顿了！哈哈哈哈！不对，等一下哈，我们房子换一个位置哈。嘘，有时候啊，也是房子也会移动的嘛。OK， 好，我们先遇到的是大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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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哥在哪里啊？大哥，大哥在后面。OK， 啊哈，看来这一个稻草房好像很快。就可以被我破坏了，对不对？我要吃里面的谁？里面是谁？那我觉得这个用吹的可能就吹得倒了吧。一二三，哎，准备一下。呼！哇！我的房子被吹倒啦！我把它吹倒了。
野狼啊！哪里跑？哪里跑？嗯？怎么？好像换了一间比较坚固一点的哦。这个用吹的可以吗？好像吹不动吧？我来试试看喽。一二三，呼！好像没有动哦。好，那我们还可以怎么做？用推的，用推的。用推的。你好了没？你好了。我要用推的嘞，我要用推的嘞，我要用推的哦。一二三，啪！哇，房子又倒了。啊，我的房子垮了。好险，这个房子哥哥，那你怎么了？住得下我们三只小猪。哥哥，哥哥们，到底怎么了呀？跑不动，竟然追不上两只小猪。嗯，他们又躲到哪里啊？这个是什么房？转房。叩叩叩。转房。不让你进去。叩叩叩。不让你进去。你们三只。你们以为这样子就可以挡住我吗？对呀、啊，看我的厉害，看我的训他的牙齿都掉光了。哦，结果呢？大哥跟二哥就很谢谢小弟呀、啊，说：“哦，小弟，还是你的房子最坚固。”我们以后要像你一样那么勤劳。对，我们以后要向你学习，盖一个这么坚固的房子。后来他们就重新又盖了两个房子。从此他们就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。我是结束啦。还要说这个。我说。给你。到大的三只小猪的故事，你们刚刚有说听过这个对不对？看过这个对不对？没有，没关系，没有听过的就等其他同学讲给你听。那我们谁要来讲第一篇呢？我要说，我每一个人讲一面哦，我要说，妈妈我要说，让刘一真示范一面，好，手放下来，第一面。我帮你翻第一面，介绍这是谁？他是大野狼。他叫什么名字？他叫阿力。阿力，阿力大野狼。好，请合作，谢谢。阿力可怜小的是大野狼，然后呢？很恐怖，是不是？有没有？有吃肉很恐怖，对不对？好，谢谢你。下一位。这个故事是跟什么有关？喷嚏还有糖。好，这是一个跟喷嚏跟糖有关的故事。谢谢你。这一页在讲什么？很久很久以前。这一天是什么？什么？谁的生日？奶奶的生日。大野狼的奶奶的生日。那大野狼想要做什么？蛋糕。他想要做蛋糕。他想要做蛋糕哎，可是怎么办？他糖没了。他没有了糖，那该怎么办？没有糖怎么做蛋糕呢？所以他去邻居借。他所以想要跟邻居借。好。他的妹妹好讨厌，我偷他的东西。你妹妹以为你偷他的。那你怎么做？我们家也常常这样哎、欸。那个怡珍哥哥也常常说：“妹妹，你抢我的东西。”他就是说：“没有啊，我又没有拿。”有，一定是你。你今天早上起床就找不到梳子嘛，他就一直叫我问我姿势了，我就说我没有拿，我没有拿。可是我妈妈。
妈以为你都拿梳子玩，不知道拿去哪里了，是不是？那我们今天的三